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哈、哦。他说这两方程组皆为相依方程组，换句话什么意思？代表这两方程组都会怎样？有无限多解，对吧？所以说你看第一个，它为相依方程组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今天这个一比 a 会等于几？二比六会等于几？三比几？九，有看到？那本身二比六等于三比九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会等于几？一比几 a， 所以算出来 a 就是几？三。第二个也是一样，题目说这两为多少？为相依方程组，对吧？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，这二比几四会等于几？一比几 b 会等于五比几十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这五比十也是一比几二，对吧？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，这 b 就是几二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，所以说题目说多少？二 a 减 b 嘛，把它带进去。所以六减二等于几？四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把它看一下。